中方一贯审慎处理不可靠实体清单问题，仅针对极少数破坏市场规则并违反中国法律的外国实体，诚信守法的外国实体完全无需担心。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欢迎世界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，并致力于为守法合规的外资企业在华经营提供稳定、公平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。